想要点什么歌曲送给所有的伦敦朋友？我想点一首《倒带》。我想要点一首你写的，但是别人的歌，说爱你献给他。哦，哎，刚刚这边点了一个，这边又点一个，你们是哪里的粉丝呢？周杰伦首唱圣诞星粉丝嗨爆，点歌环节是阿叶，你们是哪里的粉丝？10号在伦敦巡回，首唱新歌《圣诞星》，他也荣登唯一在 O2 体育馆连唱两场的华语歌手。文文老师，我的英语是，我的中文是您教的。哦，怎么说呢？真的，因为我从小就是移民到国外，然后呢，我小学毕业的时候，基本上中文已经不太会了。觉得你中文说的比我好。就是你是教的，挺标准的。你知道有些人学中文听我的歌，我怕他们会咬字不清楚。这个很好。这个翻译竟然给我翻出来了。今天我想要点一首《好久不见》。好久不见，你还好吗？你的小狗长大了吗？我的微信还背着吗？我的相片在这里吗？我见不到你了吧？睁开眼后发不出吧？点什么歌曲送给所有的伦敦朋友？我想点一首《倒带》。你没有听过这个歌吗？哎，老师准备一下。好，来，你什么男人？开玩笑，来，想要点什么歌？想要点一首你写的，但是别人的歌，说爱你献给他。爱你。哎，刚刚这边点了一个，这边又点一个，你们是哪里的粉丝呢？你刚刚点的是什么？哦，你刚刚点的是《告白气球》吗？哎，说爱你，来，我们让他唱唱看，好吗？老师帮伴奏。而粉丝接连两首点蔡依林的歌曲，却引发部分杰迷反感，直呼不尊重人。是不是倒带一点？粉丝认为，就算那首歌是周杰伦写的，一次两次就罢了，次次都这样，为何不直接去那位歌手演唱会上听？还是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笑口常开，心想事成。既然周董本人不在意，粉丝们也别再瞎起哄啦。